出去，哎呦，延误了战机了。易建联这个重心失去了，24秒，又空了。林志杰投不投？对，可以稳一下。哦，要扣啊！哇，这是被易建联封盖了。啊，好球啊，精彩！这广东抢下篮板以来，抢下篮板自己都不会传了，这被前面这个球给吓着了嘛。